OK，各位晚安呐、啊！哦，最近上班太累了，就拖到比较晚一点是开实况。Sorry，啊，其实昨天的话应该已经感觉上应该快破了，故事要进入尾声了，终于可以把这个破了。啊，集合很多恐怖于一身的，常常玩到都说不出话来说。慢慢讲，继续。嗯，又有醒来，什么怪梦？几个画面，又切不过去。又切不过去是怎样？是逼我要买一个新的线啊？终于切过去了。不要切换画，我这边在切换我的画面了，就会有点跳帧跳帧。现在好，应该好了。好，我们继续。变成用走的，怪怪的。Nobody here at all. 看男主角一直在调查哦呦。Ruvik, losing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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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ing our minds. 哇哦，改变样子。啊，我应该去强化一下才对，算了。
应该等一下会可以抢吧。别跑！哇，走好快。Hey, wait. 我是怎么？下水道处理器，进水处理器。不知道。All right, kid. Where are you taking me? 越来越奇怪了，这地方。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好像在一个设施里面。This way, this way.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his way. Sebastian, Leslie.Oh, shit. Beacon, just like Joseph said. To the 5th chapter.各种崩塌。炫哦，帮助瞬移一下。又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医院。I knew it. 看我们东西给搜刮。有，哎，怎么了？宕机了一下。会有 leak。下面走喽。
flesh pulled away from my bones until absolute darkness overtook me. This pain. A thousand other sensations as they probed my cerebrum, examined my work. An eternity of intensity. Pain. Pleasure. Rage. Ecstasy. Read that. Blending together into a single piercing noise. Until the darkness was broken by sparks, like twinkling starlight. The pain, the noise, the light blends together, takes shape. It's a place I know so well. My prison, my home. You brought this on yourself.其实我大略上有看了一下整件事情概况，反正就是也没什么特别阴谋论，就是那个医生啊，事实上是盗取那个斗篷男的那个研究资料，那现在他的研究资料之后被就是藏起来之后呢，当然所在的位置就只有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现在我们大家所在的地方可以算是在那个斗篷男的脑子里的精神里面。那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个道路，这些关卡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往他的心灵深处的那个秘密的地方走，所以他设了很多的陷阱跟怪物，就防止人家进到他的精神里面就对了。大略是这样的。所以主要就是这些跟着进来的人应该是躺着重伤啊。有些人为什么要进来我也不知道啊，没有写那么清楚。哪边呢？你刚刚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没办法打开的。嗯，什么声音没了？好像是我的问题。阿伯，不要这时候整我，声音怎么没了？没有音乐了。有，哎呀，终于有了，吓死！那有点接触不太了。来这边做这个东西。